者肖雨涵台北报道。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倒数76天，号角响起，合体推广世足赛记者会上被问到底因独子孙恩佐被捕新闻，浩子透露小时候也爱玩 BB 枪，但认为大家要入境随俗，和阿翔常出国录影，有时会开玩笑说如果被海关问带着的吉他是什么，就说是枪好了，不过真要过海关时就会闭嘴，他说知道这种玩笑不能开。据 TVBS 新闻报道，阿翔出席活动时表示家长要尽到陪伴责任，不过被一旁的浩子吐槽说他自己还不是接那么多工作。两人谈到世足赛，阿翔认为欧洲队夺冠机会高，也期待葡萄牙、德国、阿根廷等国家的赛事，浩子则投给阿根廷跟球星 C 罗，笑说因为老婆说他和 C 罗长得很像。号角响起，合体推广2018世足赛，中华电信提供。